趁老爷不在的时候上沙发了。说话，别不承认啊！我有证据。啊、这是不是你的毛？颜色基本吻合，应该是肚皮底下的。老爷可不喜欢爱撒谎的小狗啊。春天是狗狗的换毛期，金子最近就像一个行走的蒲公英，走到哪儿都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。老爷为了让家里保持干净整洁，不得已限制了金子的活动区域，这可给金子憋坏了。老爷给金子限行之前，语重心长地跟他说明白过原因，金子也认真听讲，并且举手答应了老爷。趁老爷不在家，金子又跑到沙发上休息。老爷回来以后，发现了沙发上的狗毛，把金子叫过来审问，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嗯，爸爸妈妈来了，金子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爸啊，怎么了？不让上沙发。为什么不让他上沙发呀？掉毛啊。哥，老爷说你来了是吗？没事啊，金子，妈没有办法。看看快递到哪儿。嗯，哟，快递来了。快递，这买的是什么呀？给您买的16G20扫地机，咱今天就开展一场新清洁运动。怎么个新法啊？你看它很灵，能做到全环境感知 ，AI 智能避开金子和公主，地面的毛发和垃圾也能处理得很干净，全自动基站还能自动清洁烘干拖布，有了它就不怕家里有狗毛了，金子也能自由活动了。妈妈送你扫地机，你能自由活动了，那你是不是作为奖励把娃娃给我？你要不换，到时候把扫地机拿走了，你还是不能自由活动。你好好想想。嗯。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看那指尖炎还没好呢，我天天给你穿着小娃娃，就那么一会儿，你如果要这样，我就揍了。啊！打，是不是啊？老说的老不听，是不是让姥姥打呀？行吗？以后改不改？跟姥姥说改不改？不能舔了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孩子，知道吗？我今天最听话了。姥姥拿小布给他擦啊。哎呦呵。哎，臭小子，又跟人打起来了。哟，跟人打起来了。见着黑板就呜呜，是吧？姥爷要不在的，没姥姥牵着你出去，人家要咬上你怎么办？你那么老实巴交的孩子，你也不会打架，听见没有？过来，金子，下回咱不能呜呜，人黑板比你大，知道吗？大小伙子，知道吗？啊，而且人家都特别喜欢你，知道吗？不能见着狗就汪汪，知道吧？汪汪的狗人都不喜欢，听见没有？听懂了是吧？下回不许跟人打架了，听见没有？打架啊！哎，乖乖的，听见没有？他姥姥擦脚脚去了，擦脚脚来，过来，宝宝，擦脚去了，擦脚去了，擦脚脚，好宝宝，好宝宝，擦脚脚啊！躺躺了，躺躺，哎呦，躺躺。上期讲了金子跟着老爷过着出生及退休的生活，那今天咱们来讲讲金子的弟弟银子小朋友。银子这边就跟金子截然不同了，银子小朋友还是非常自律的，白天没事就学点技能，运动量也得跟上，跑跑步健健身，不然对不起咱这帅气的外表，睡着了也看家。谁啊？还知道观察主人的情绪，时刻准备着献出温暖的抱抱，脾气超级好，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。养只德牧确实能预防家暴的，我老公跟我说话稍微声大一点，银子一个闪现就挡在我前边了，出门就更是了，紧贴着我走。安保这块可以说是尽职尽责，安保部的。我也有心想让银子也谈个恋爱，可是银子压根就不开窍，见到小母狗就跟没看见一样，正宗妈宝狗，这也让我很苦恼。这孩子不光爱学习，还有建别墅的大追求，每天辛苦搬砖，没有一天落空的，见到砖头木头就想往家扛，小小年纪就肩负起了养家的重任，也是不容易呀。说个正经的，有没有哪个丈母娘看上我们家这任劳任怨的大黑狗的？介绍你们家姑娘给我们认识认识呗，彩礼要多少个罐罐你说了算。二金子吗？歇会儿靠着。哎呦我靠着了，哎呦哎呦哎呦那赖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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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行了，大臭小子，哎呀，跟这老爷晒太阳是吧？回去吗？回去包饺子去。走了，回家吧。怎么样？去吧，我也睡一觉。狗狗听语气还是听内容？我觉得金子银都是听内容。再来看银子，让我用厉害的语气说快乐的事情。去不去出去玩？等等，那走吧。去不去玩？再用温柔的语气说他犯的错。昨天你是不是又趁妈不在的时候吃我桌子上的东西啦？怎么桌子上的肉少了一半呀？是不是你干的呀？在生活中更是比比皆是，银子可以准确地分辨出打电话的人是谁，并且根据聊天内容做出对应的行动。当家人来电话，银子，快去吃饭去，快点吃饭去。当陌生人来电话时，今儿不方便，可能得明天，您看行吗？哦，明天啊，那我先不管了。当外卖来电话时，好，外卖到了。我想问你，这个邮箱是在后面是吗？对对对。当我接到入职电话时，在我们公司面试通过了，我来通知你明天上班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你怎么叫啊？你也难得找个好工作，我不能捣烂啊。你这次怎么那么快就找着工作了？之前不是好几个月都没找着吗？我在五八找的，五八同城工作超多。你看，行政文员销售这么多，月薪八天以上五险一金的工作划都划不完，一个电话就搞定，隔天就能上班。现在找工作的人这么多，我就赶紧去看了看，还能在五八上租房，特便宜。再来看金子啊，当老爷用厉害的语气夸他时，你可真可爱。你说什么？夸我还是骂我？你可真够可爱。嗯，嚯，那怎么不是呢？真开心。当家人争吵时，你管着吗？爱吃不吃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问问咱们，你又不给做饭，我告诉你干嘛？是不是？跟你没关系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亲子？咱爱吃不吃吧，对不对？哪儿老爷给做，又不是妈妈给做。你们爱吵不吵，跟我也没啥关系。Later。嗯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我出去等。哎呦，好好，谢谢啊。咱们握个手。真棒啊！这是我的新玩具。哎、嗯，叔叔喝水。真乖，真厉害，谢谢你啊，金哥。我送送你。啊哎呀，人家也太好了呗呀！不认识的人根本就不理，啊，听见了吗？知道吗？啊，外边有好多坏人，知道吗？万一给咱们害了怎么办？不要把你拐走了怎么办？你要是跟谁都这么自来熟，老爷下回可就要揍你了。啊，有没有那种一看就是老年人拍出来的视频？那必须有。前两天我没事儿干，点进我爸抖音看了看，差点给我笑疯了。我随便给你们找一个我爸拍的金子啊。别的咱都先不说，咱就说这个配乐和特效他是怎么想的。于是我就问了一下我爸。爸，你怎么想的当时？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也没来得及挑，其实还有各种场景，我还想给金子来大海边呢。然后我跟他说以后拍的时候换个正常点的配乐。于是你还不让他学点东西？学什么学？你学习好，你考双百是怎么着？让我们学东西，我都没考过双百，没起什么好作用。我告诉你，哎呦，太可爱了。